日前 MTV 最具代表性的音乐盛典 MTV World Stage 在马来西亚盛大开唱，为了让歌迷先睹为快，韩国歌手 Zihara 特别来到了彩排现场。大家好，我是 Zihara， 我现在在 MTV World Stage in Malaysia， 这次最大牌的艺人 Robin Thicke。演出当天将近有近万人到场观看，主办方为此也选用了十分特别的演出场地。我现在站在这个地方原来就是游泳池，但是为了这个 World Stage 他们抽干了水，然后明天就很多人站在这里看 The World Stage。 MTV 中文频道也将在9月21日晚间9:30为粉丝们献上此次盛典，未能到场的歌迷们一定要留意咯。